来这儿说这段相声是群口相声。群口相声他这在这儿演出一个人，他得在这儿演出呢。啊，在这儿演出呢。瞧您面熟啊，认识我？没请教您贵姓啊？你还是不认识我呀？姓刘，怎么称呼？叫刘毅。哦，常听人说刘毅，刘毅的，就是您呐？嘿，是我。太好了，太好了。哟，我一直就想认识您，没这个机会。好啊，太好了。嗯，了不起。嚯，可相声一提刘毅，谁不知道？那谁知道啊？了不起，还了不起呢？有名有名。哎呦，您太捧我了。您是哪儿的人啊？嗨，我就是咱北京人。巧啊，是，我也是北京人。好，您住北京哪儿？我，嗯，前门大街。啊，巧啊，我也住前门大街。哎，那我怎么不认识您？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见吗？哦，对，您住前门大街什么胡同？我住前门大街小喇叭胡同。巧啊，我也住小喇叭胡同。那我怎么不认识您？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见吗？嗯，您住小喇叭胡同几号？我呀，住在七号。巧，我也住七号。都一个院了，我怎么不认识您？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您住什么屋？我住南房。巧，我也住南房。啊，住一个屋，怎么不认识你？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您睡什么床啊？我腰不好，心盘一火炕。巧，我也睡在火炕上。不是，这都睡一个床了，我怎么都没见过你？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您铺什么盖子呀？我铺一蓝褥子，盖一红被。巧，我也铺一蓝褥子，盖一红被。这都睡一被窝了，我怎么不认识你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好吗？您跟谁睡啊？我跟我媳妇睡啊。巧，我也跟你媳妇睡。站站站站，哎，您还鼓掌？见过这样人吗？太讨厌了，拿我找玩笑。抓咱，咱干嘛的？说相声。我呀，照发抓药，给他来一回怎么样？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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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怎么？不错。我呀，忘问您，您贵姓？我姓曹。姓曹。哎，姓曹。叫什么名字？曹云金。您住哪儿啊？我呀，啊，我还没找着房。没事，没找着房不行啊，你住烟囱里呀。你人家有房，我肯定有地儿住。有地儿住，住哪儿你得说呀。树上，树要住树上的那小木屋，跟那不行，你得有地，在地上住，有地板，有房顶有墙。啊，行，你住哪儿？我住药英胡同。巧啊，我也住药英胡同。哦，你也住药英胡同啊？住住住住，这不行，你得问你问问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问我问我问问问，不是刚才咱聊了半天了，咱不认识了吗？嗯，那不算，那不算，不算，打头来。啊，行行行，你得问我，我怎么不认识你？你问。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嗨，您呐，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哦，那您住药英胡同几号啊？我住七号。怎么还问我这头啊？你不许问我，我问你。你问问问。您住药英胡同几号啊？半号。哎，有半号的。
原先是一号，下雨打雷，咔嚓，劈下去吗？那没听说过，那也是一号，那就一号吧。哎，您巧啊，我也住耀英胡同一号。哦，闻了，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呐，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哦，哎，您住什么房啊？我住北房靠南头，转腰子的房子，就这么住。哎，我也住北房靠南头。啊，你闻呢？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对，您呐。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哦，哎，您睡什么床啊？我呀，睡铁架子床，上面盘着一面火炕。啊，我这么睡觉？我也睡一铁架子床，上面盘一火炕。问呢？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出去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哦，您铺的什么盖子？我铺一麻袋，盖一凉席，枕一夜壶。嚯！我也铺一麻袋，盖一凉席，枕一夜壶。哎，这好，这好，你晚上吐痰方便。这别捣乱，你该问呢。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嗨，您那出去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哦，这就大了啊。哎。您跟谁睡呀？傻小子，我是你姐夫，我跟你姐姐睡。这话，那没办法，我都吃亏。有你这号人吗？开个玩笑，还玩笑？你听着嘴，开个小玩笑。谁跟你逗呢？别着急啊，能不急吗？相声演员四门功夫，说学逗唱，这不有个逗吗？哟，我可没跟你逗。啊，这。对，我错了，我不应该。哎，咱下回不逗，咱别逗了。哎，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找您来的。找我？哎，干嘛呀？我这个人有一个爱好。什么爱好？爱听相声。好啊，听相声就特爱听相声啊。对对对，那就上我们这儿来。我还爱听数来宝。数来宝，哎，来宝，哎，好，爱听数来宝啊。可是我们这后台呀、啊。怎么了？唱数来宝的就剩我了。我唱数来宝的。你呀、啊？我就会唱数来宝。太好了，今儿遇上高人了。是。行，那我单点您一段，我单点您一段，您给我唱一个。单点我给你唱一个啊。这个唱单点这个事儿吧，他这玩意儿有个规矩，这个。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啊！我给您上花篮，小点音儿、啊，这不行。怎么呢？上花篮，前台他们那儿分，到后台也分，后台也分，就到后台不分，我还得请大伙吃饭，这不行。我给您钱，直接给钱，直接背题给我，哎，行吗？我就喜欢你这样人，100块钱点您一段，没问题，行吗？咱说定。还要给你唱，您再来一段，来啊！不过咱们说好了啊，哎，您等会儿啊，咱先说好了，您唱这段，我要是可不给钱，这没问题，对不对？没事，花钱听会了，我有病，对不对？唱一段就不会，嗯。哎，不，您等会儿，还有点事儿，100块钱给俩50的行吗？这不也是100块钱吗？行，您着啊。哎，我要没有50的，给点零的行吗？呵，你呀、啊，给10张10块的，也是100块钱啊。行，哎。不是你没完了是不是？还在这干嘛？你给唱唱唱，有遗言都留着啊！说说唱唱，说都说出来，说我没话了，没话了，没话了，听着啊，这个。接来一接两下，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这个也有黄色的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乐。
拽不住你了。怎么了？这段我会，这进阶唱的。你会的我还不能唱？那当然了，会的我凭什么花钱听会的？对，这个道理是对的。对，我给你换一个。啊，就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不会。二月二，三月三，这个顽强老祖去鞋铺还是进阶唱造饭的。不是你这路话我听着就别扭，我会这个，你会，我给你换一个，我给你换一个不就完了吗？换一个，听着啊，再来，挺绝的。这个同仁堂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妖铺，叫你好比，这个甩手自在法，叫我，你想着想，同仁堂前上礼拜已经在这儿唱，我跟他这不一样。哎呀，我你本性本性啊！你听咱这高音，您还高派，就您这调门儿。不，什么呀？这我会，这要饭的同仁堂。什么呀？这是，就这还，哟，怎么？你说呢？啊？怎么了？起哄是吧？谁起哄？捣乱来了是不是？谁捣乱来了？啊？我花钱不点你一段听吗？今儿我师叔专场，你跑这捣乱来是吗？谁捣乱？啊？我干嘛？有毛病是吧？啊？谁有毛病？找倒霉是不是？谁找倒霉？你变着过吗？你干嘛？啊？你干嘛？什么意思吧你？你要怎么着？你说你？我花钱点你听，你不说你？有你这么捣乱的？你没本事挣我没？你管我有本事没本事？我戴着假了，我站这儿了就行。你还会别？管我有本事没本事？你怎么着也？你在这干嘛吧你？不行，那来来。哎，干嘛？啊，干嘛？还要打人？没人管你了是吗？喂，我找警察，我告诉你。警察？我找。管他给你收走！哎，别告诉你！哎，别着急，别着急！我告诉你，哎，别着急，我找你们剧场经理。别着急，别着急，大爷，我呀，我不要您这钱了。对嘛，有事好好说。他要不要您这钱了？您这钱难过你，您留着，留着，留着干嘛？您得留到清明节，干嘛？之前。啊，干嘛呀？留着，花钱呢，摆一个大铁箍。大铁箍干嘛？赶清明节上坟的时候，给你们家那祖坟呢，套上，省得让人骂裂了。注意点啊！哎，走吧你，慢走。你这人说话太客气了，慢走。难道就没有人管你吗？谁敢管我呀？这日子啊，这后台就没有人管你，你们后台负责人，后台负责人怎么了？我找你们后台负责人啊！我找你们后台负责人说说去。找我们后台负责人说说。哎，我告诉你，今儿我给你找，我们姐俩一块儿打你，知道吗？我还敢打人？你们没王法了？你们师叔，师叔，我找你们负责人。师叔，太气人了。怎么了？怎么了？哎，你别忙，怎么了？别闹，怎么了？有人啊，要跟咱这捣乱，谁专场啊？就那小子，干拉稀受风，屁味臭，就那小子，他上这捣乱来，真的，多新鲜！哎，我说，这甭等着，我叔来了，你知道吗？你别闹，我不闹。这个怎么？我们是爷俩，我告诉你。我有话我说，我说啊，我说。您听我说，有完吗？你还啊？哎，您说怎么回事？嗯，我刚才上来，嗯，我说呀，嗯，我爱听鼠来宝。哦，你也？我花钱，我花钱点他一段，他告我，点我们就要钱。嗯，我说给您上花篮。哦，上花篮啊。他告我不行。怎么了？上花篮前台得劈账。对，我们是有这规矩。后台也得分。啊，然后呢？就是不分还得请客。啊，然后呢？然后我就说那行、嗯、我就直接给您钱、嗯、我给100块钱点这一段。你掏100块钱听他唱一段。对。啊，然后呢？我说了。嗯，可是这段我会，嗯，我可不给钱，哎，这是应该的，对不对？我会，我会，谁花钱听自己会的呀？就是，嗯，结果他唱了，嗯，唱三段我都会，哦，您都会，要饭的进阶趟子，嗯，最可气他说话，他让我做一箍，嗯，什么让我到清明节把我们家祖坟套上，说别让人骂裂了。这都是他说的，这都是他说的，太可气了。你100块钱点的一段，对，他都会。
我都会。你都会啊？哦，完事他还骂你啊？对，让你弄个铁锅回家修祖坟去。对，那你去了吗？没有。这个演员呢，叫刘毅，是后台一个年轻演员，他是孟凡贵老师的徒弟，知道吗？这个脾气不太好，不要紧的，我能说的，我能说的啊，要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后台有办法，该处理处理，别着急。您是明白人，别着急，哎，怎么回事？这么大个子惹祸啊？人家点你一段，你倒给他唱啊！我来唱，唱完之后呢？唱完之后，他说他会，你再来一段啊！我一唱啊，唱的，那个2月23日啊，王长老总下高山，他告诉他会，他还会，他能接上来。你再来一段啊！我唱了啊，唱完我给唱段《同仁堂》，这还好，这完他会，那你再来一段，我不会了。平时我没少说你们，连你在何云伟、潘云霞、张云雷，岁数小啊，正是用功的时候。平时别净贪玩，你有那功夫多背会儿多好。背呢？我说话你插什么话呀？啊？人家让你插。让人家问住了吧？人家唱了。他不光是你丢人，我也跟着难看，我心里都明白。人家大伙来看演出来了，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人家。今儿不您专场吗？我说话你也插嘴啊？啊？还有王法吗？啊？我管不了你了是吗？哎呀，关不是你要关了你？别跟我说，你还跟我瞪眼睛呢？啊？你让我说的话，我说话了你是吗？是以理服人的，是。你也别跟他置气，他差不多完了，差不多完了。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个心啊，噔噔跳，你知道吗？啊，大刚才我真着了，这你知道吗？您别跟他置气，没少说，孩子不懂事儿。就是，不能让您白来一趟啊，是吧？要是换个人给您唱行不行？换个人给，换个人给您唱，行，好不好？行，比如说，换我给您唱一段，行吗？太好了啊！太好了！要是您唱啊，可不给100块钱哦，1000块钱一段。我唱1000块钱一段，哎，他这给1000，我听见了吗？听见了，你100，人家给你跟我犟嘴，我没有。我没跟人犟嘴。长能耐的时候，哎，你上这边，打死你都不多。我唱一段，对，您唱一段，您来一段吧。这回啊，让你知道，我给人唱一段，1000块钱一段，知道吗？疯了。
你这样拿是错的。啊，我知道这个。就说给站一个，站站站！这知道知道什么什么叫艺术？这就叫艺术，知道吗？消着来的，1000块钱一对。你听那个，我物超所值，1万块钱都不多。来啊，站！小小子是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听我听我的，哭着喊着要媳要媳妇儿干嘛？钱啊，笑了啊，不赖。您这还不如他那个了。我这什么乱七八糟？我这是小子，我这是热身。开始先给一个幽默的好段，知道吗？热身，这是热身，你来，来一个，再给来一个，来个好的，来点啊，来一个，来点，你没听过？来点，你不会的，再来一个。哎，我就会这一段，我。打我！此刻你太消极，太恶心了，你换了。你要死你的啊！瞧见屎车怎么能缠成这样？屎车香啊！屎车，大使馆的车。下回说全了，问一个，你打不知道我身边开的？一颠倒，从后备箱里边掉出来一大个编织袋。屎车里出一编织袋，我瞧这是什么？拉到犄角旮旯，打开一瞅，要死是不是？你做得了？飞机。一张，记错了。打一打的很近，一打一打的也费纸，翻来翻去啊，有一大饭盒，打开一瞧，这叫钻石，这钻石不当饭盒喝呀，300多，咔，大钻石，好大。先从吃上下手，要到头了，什么贵吃什么，那得看您花多少钱喽。什么好吃我吃什么，这好吃的来，拉面、烧面、大碗烩条，加2块钱肉。我都替你美的很。吃早点，传说吃早点。这回可见着了，久违了好点。哎呀，喝豆浆，这是上个世纪的2碗豆浆，2碗油条，哎，油条买油条，我听懂了，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2根吃，太奢侈了。吃油饼要叫火头，这是天津的说法。咱一大个火头啊，大个大个大，也是那面板，大个唱好像转圈吃。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得晾凉了再跑？说三遍了，这个下雨天穿的拉跟雨季一样，一个油饼掏俩窟窿，你还能学秦琼发配呢。油饼早点，吃肉饼，门钉肉饼。什么叫门钉肉饼？你介绍一下。跟门钉一样大，门钉肉饼跟没说一样，这么厚，哎呀，都是肉馅儿，门钉肉饼，门钉这么厚够深，你擦擦眼啊。
个加高，你还得加高，加高门钉肉饼，这是一路门钉肉，烙一个，烟不断，这小米粥，哎呀，两碗小米，多放香菜，香菜，您这个吃法很另类，这是为出国做准备，门钉肉，就小米粥，包子饺子。我的最爱，得糟践多少蒜呢？包子跟饺子，我最喜欢吃馅儿的。哎呀，还有三鲜馅儿，牛肉、韭菜、虾仁鸡蛋。嗯，实话说，三鲜馅儿我最爱吃。长得跟韭菜鸡蛋。包子跟饺子，包子跟饺子的区别知道是什么？您给介绍一下。一个是发面的，一个是死面的。包子是煮的，饺子是蒸的，还是没吃过啊？幻想中的东西，我最喜欢吃包子跟饺子。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在一起了。哎呀，这点剩的你都拿走了。包子跟饺子，哎呀，片儿薄呀，传说中的饺子，咱了不得。哎呀，哎呀，你熬到头也就是姓八的，我告诉你。没别的，涮羊肉怎么样？也弄成包子样吗？涮羊肉最讲究的是这个底料，这锅汤。这你可不外行。大大葱花，嗯，姜片，大料，鲍鱼，鲍鱼叫汤，鲍鱼。你说清楚，是大鲍鱼是大包子，大鲍鱼往下一跳，你大龙虾，好腿，大龙虾，二尺长的龙虾，那个字儿念虾虾，大龙虾，你跟外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神。龙虾，大龙虾，是人吧？大龙虾也可以，也可以。大龙虾，我弄死你吧！好厉害！有一次，什么东西？有一次，好合作啊！有一次，可以。龙虾、鲍鱼、有一翅，哎呀，咽火，咽不了你，太糟心。咽火，可以，咽你。吊胃汤，还有就是搁羊肉片吗？是吊胃汤，你这不叫卤子。吊胃汤，把这些东西搭出来，哦，涮一烧子。烧大卤。说的可是爱吃涮羊肉，饭量小，从开始到结束没看见这个老师。哦，你可别跟人说吃涮羊肉啊，吃羊肉串，你要死你！每个串里最羊肉串，吃四串，好，四串，来，四串，好，大串的，五毛五串的，哎哎，羊肉串，四串，多放盐，我口中，多放盐，放你放盐，我口中，知道吗？多放盐，来吃。吃一个扔仨，为什么呢？太咸了，好死了！那是因为喝咽也喝多了。喝水去吧。给我烤羊肉，我烤一个，烤一个脂肪肾吃。你不说，不要。知道用医学名词来介绍脂肪肾，我要吃脂肪肾。我点菜他更迷了。嗯，啊，烤一脂肪肾吃。嗯，啊，我闹明白了。脂肪肾，你再说一遍。这没用了。非要滚蛋蛋。老板好皮实。告诉我，非拿盐麻着你不可。脂肪肾，嗯，大
黑腰。别说了，别说了。哎呀，好啊，嗯，吃吧。买水果，买鸡西瓜，西瓜买一斤。买草莓，我最喜欢吃草莓。那多来小草莓，来一个小草莓。哎呀，你不用买，天文一扔就逮你了。买方便面，碗方便面。哎呀，最出名的红烧牛肉，什么牌子？张师傅方便面。张师傅。生意那当然，嗯，那当然，嗯，当然不买。
必须的，你看看，绝对，嗯，天津市那个于四丹，知道吗？听说，我大，是吗？大有谊，我大，劝业场，我大，百货大楼，我大。你别说这个，京津唐高速公路，你的我的，京沈我的，哎呦，京济我的，嗯，怎么味儿？我明白了，您可是这个国境垒的抗面墙。你别说这个，这都行。你的铁道不大。说是你的线路是他的哦，火车跟铁轨是你的，也铁道部的，那叫废话啊！差两块钱没倒回来，你老说我借给你，不卖不卖拉倒，自己买。哦，我买车不要，嗯，我买车买好车，买大汽车，大汽车，呵，我都是好车。你买的是梅赛德斯 Q 六，不用说没有，再不用。雷萨斯松花江法拉夏利打发火往跑上了不好处奥兔这个很好大欧大能大到哪儿去奥欧一次买四十辆您等会儿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四十辆奥兔马成一辆铁丝都绑好了，开起来就火车一样。搁一定来，铁丝绑好了，我出门把外环线占满了，躺在后头，就从错车一错车来。这什么是错车？你看看，汽车玩腻了，嗯，弄辆洋车，有个电影叫《我的样子》，你看看。我们看那叫强子。我打一辆，现在哪有这个黄金打造的纯金的纯金的洋车？啊，你好，到了马桶箱上坐着稳当。问题是这一颠呢，我得扎他脸。洋车，嗯，有脚铃的，还拿脚踩着铃的。单脚，哎，就是一个，哎，一个，我这车仨，为什么呢？左脚一个，右脚一个，手里拿一棍杵。这趟下来我比拉车的都累，老撑了你。这叫玩儿啊，玩儿命！我的朋友劝曹云金不要这样，嗯，你这样下去你能花多少钱啊？你这么有钱的一个人，你出去转一转，开一开眼界啊！这是朋友的话，很多国家你都没有去过。嗯，我一想，对，嗯，比如说杨柳青，我没去。你别说，大哥。攻陷，哎，霸气！你说这将来都没去，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到那儿打死你，埋了都没救你的是吧？这都是国外吗？国内，国内大城市，去大城市，我去大城市，可以去一趟上海，嗯，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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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可以吧？对，常言说的好，上有天堂，下有上海，这是我去上海，你这别去上海，人文景观，拉倒吧。您这话说的可不像人话，怎么不是人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怎么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苏杭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我去一趟上海。哎呀，我有病！你就直接说去上海就可以了。我夸半天苏杭，我上上海。那你问谁呀？就得这么说，上天堂，下上海，这是。哦、那结果您提保这个没有呢？你这个去保定，上天堂下上海，去天堂了吗？我去一趟上海，去的上海啊，先去的上海，上海。
到上海，上海有几间大铺，那是老店了，800间折扣不少。我包谁呀、啊？我几个人？一个，一只人要这么多房子？一只人，就是一只人，8间房烧包了，这我一个人住，晚上睡觉拿着我的小闹钟，带着脚呢，铺个脸儿，不，我盖别人被，我不洗被。哦。铺脸不好，闹钟定10分钟，睡觉躺着，刚睡着，噔、起来叠好铺脸，接好拿着闹钟2号房间，钻被窝，睡了刚睡着，噔、走3号房间，有钱太有钱了，玩儿啊，有钱是有钱，就是觉少点，你就瞎折腾。转店，到街上转一转，看一看吧。啊，上海，看看哪个企业亏损。上海有一个卫生巾厂，亏钱，不赚钱，怎么办？写支票，给钱。当时就写人民币100万美金，走。你拿过来，赶紧撕了吧，这没地儿兑去。到人民币倒是美金的，跟美金这么多钱，拿走。给你，但是不图回报啊！不图回报，你看看，你们那产品给我来两瓶。那个财主，你这样的用那个有用吗？我回家改一年看真的。我外边前大衣有这样的年看真稀罕。那你去那玩去，遛弯散心。等我再回来，
生活。怎么呢？你爸给我来了个卷包会，想当初我是马上来叫上去，挥斥四处，战鼓苏啊，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难缠，锦江饭店不招穷鬼。嗯，先生，请您滚出去。你别说请了，走，我不在这儿待着，我待着我不限制啊。他把我的钱拿走了，美金啊，一张都没给我留，大马桶顶在脑袋上就跑，太气人了。我交这样的朋友，我走了呀。哎，我不想。嗯，我死了得了。哎，你别这样。来到黄浦江边儿啊，投江自尽，打算投江啊，可是不行。为什么呢？我不会游泳。您那就没打算死了。投江不好，污染水。你有这么脏吗？我换上吊。哎，这个很好。上吊，脖子下来，还有棵树吊好了，拴脖子上，四个钟头都没吊死。还有这个事儿？哎，他就没吊死，四个钟头都没死，拴脖子没死。拴哪个脖子？脚脖子。我去玩去。控火心火上来，我这鼻血滋滋的，还不如跳江湖。上吊。啊，您试验过了，我不如抹脖子。嘿，这个方法可真好。可是我没有刀，我得找刀。嗯，在街上转悠，有一摆地摊的老头，你卖货的，七十多岁，嗯，递上了把刀，紫薇薇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肩宽背厚是飞刀，杀人不见血光好。我一瞧，刀刀你不是刀，那这是什么？于是我要了一根子，走到跟前把刀抄起来，拿刀一指老头，是你的吗？老头说。嗯，啊，不是吧？不是你的，啊，那就是我的，下三滥的这是。我现在啊，吃碗拉面吧，久违了拉面。我拿着刀刚要走，老头家里来人了，嗯，来人六个儿子，哟，四个姑爷，大嘴巴跟不要钱一样，一点都不圆。给我第九根肋骨都踹折了，不是说费文理明别吗？哎呀，给我第九根肋骨都踹折了，这医学常识太费力了。打完我把刀拿走了，带着他爸回家，这我躺着够了，这也不是滋味。嗯，这正躺着，对锅饭锅出一火去。嗯，手里拿一个火锅，看看，干什么不好？回去了，嗯，太也不像话了。怎么呢？居然放那火锅，就我那个火锅。你最近还好吗？我听着没事说相声。你别说这个了，你这个，你想他很好，你给我找找。不是，你好些剩菜，您看见了？哎，这入耳啊！哎，你臭！哎，你这干嘛呀？你我很久都没有吃过了，你居然敢搁这儿？我不偷你，我对不起你了吗？嗯。抱着火锅撒腿就跑，我真不怕热呀、啊！找一桥墩，嗯，这儿建筑工地正盖桥，倚着桥墩冒着火锅，我要吃饭了。我明天用餐了，郭老师，我就骗骗你。你别客气了，赶紧吧。我是怪暴风的。这是羊回的。哎呀，你这没调料也行，行吧？哟呵，你看看，拜拜火吧，我磕一下，你就真出来了。我存宝剑都冤着了。我是什么东西？鱼丸。哎呦呵，咱这亲戚了。这连面了，我知道。美女，来走。哎哎哎哎哎！再来。到了火锅，嗯，我就在似睡不睡的时候，嗯，
就感觉有汽车声响。嗯，离我不远处停住了，车门一开，下来几个人，脚步声音是相当急促。都来了几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是吗？就化成灰我都认识。一会儿这样跑，我一听甭问，这是抓小偷啊！别多看，多事儿，跟我没关系，干嘛要穿？把脸抹上，脚步声到了跟前，扎住了。嗯，不对，睁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穿一样。我一瞧，完了，怎么把我当小偷？你是偷人火锅来的？别多说话啊！各位，扑通，四个人给我跪下，就穿这么好，给你跪下。哟，偷火锅有功吗？没听说过。不是，您是姑爷，姑爷，姑爷，把你叫姑爷啊，这称呼很亲切。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啊！上座，先生。哇，您再先，先说一下吧，先生，都血缘露出来了。那应该是认错了吧？咱不能承认。为什么？这不是认别的。怎么了？这要是认儿子认孙子，嗯，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孙子，到了一瞧不是，咱能活吗？啊！你说我是你儿子，说我是你孙子，我罚你款，你拿五千万，你搁这儿等着。疯了！咱能活吗？碰瓷儿吧。啊！这认姑爷，到了一瞧不是，给打出来了。不是您打你，太欠打了你。怎么不是您啊？就您这模样，化成灰我都认识，认准的是我。你瞧这事闹，这咱得问问问。他们家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这是什么意思？不能直接问。哦，哎，变法问。如果说要是男的，啊，他打人打得很的。嗯，我这边的第九人了，你别。你怎么知道准得对称的？不能去，男的不能。那如果是女的多，女的多可以，怎女的不打人，就能挠两下。你这脸还值得挠吗？咱问一问，可以。不能直接。嗯。走。嗯。回去对得起谁呀、啊？还有谁呀、啊？家里除了老太太，不就是小姐吗？嗯。小姐是您媳妇儿。我一听，呵，寡妇老太太还一小姐。你要干嘛呀你？这假人家是怎么着？人家叫咱去，咱就去吧。啊，去吧！不识抬，这是机会。嗯，开车拉着我到门口，一会儿功夫，五岳七门，哼，瞧人家大宅金碧辉煌，哦，门分左右出来四十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你怎么知道搀着这准是本家老太太？这家再有钱，不可能俩马老妈子搀老妈子出来。啊，分析的很有道理。老太太过来瞧。您还说你两句就得走，你怎么这么大脾气？你要走了混出个人样也行。嗯，说了说了，你说你脏，你这嘎吱窝都孜然味儿。老太太好鼻子，小混蛋！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冲！哎，行了，赶紧吧，赶紧，后边洗洗。嗯，有人带我上后院洗澡，人家家里人洗澡。哎呀，太讲究了，这澡堂这池子里全是牛奶。是啊，牛奶浴，我实在忍不了，趴边我先喝。不对，但是洗的不是浴的，我先喝两口，我饿。嗯，看你就不善。洗，香皂洗三块，吃三块，完吃三块啊，从里到外都香。来来来，洗白白，擦香香。很可爱啊，穿衣服啊，内衣内裤，穿吧，不对，内裤内衣。内裤，这都穿着三套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绒衣、绒裤，这衬衫，得多大号啊？西装、凉鞋、大的，好，领带，就大衣，毛到他这儿，我一系。你拉倒吧你！好，你拿纸吧。
来不是我，打出去这个卖的都是钱。你怎么就是不发光了出去？哎呀，嗯，发财了，大出是怎么开锅我？没有出去，喝太多了。把我拿出来见老太太，老太太一瞧就高兴，嗯，人不捯饬不好看，哎，捯饬出来真漂亮，好看，跟他妈狗熊似的。哎呀，一大一外边穿比基尼的就是你呀，啊！我看着不错了。你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哎，你阴给什么呀？嗯，你拥给什么呀？嗯，你拥给什么呀？好，得了得了，我这我还没说话，旁边老妈子把我救了。哦，老太太，您说姑爷拥给什么呀？嗯，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就拥给这到我瞧啊。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今天就要他们俩人完婚，我一喝让我结婚，这回瞧瞧了啊！你看姑娘漂亮不漂亮？好漂亮，不漂亮？我也要啊！漂亮，你也要？就跟这忍了。那当然得忍，分不下就张灯结彩，布置好了。您家有钱，一伙儿功夫，俩老妈子搀我上二楼见小姐。您得看一看。瞧你小姐这漂亮，你沉鱼落雁之容，比月羞花之貌，比花花其玉，比玉玉生香，长得是又狗狗又丢字儿，我不行。